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隧道拍夜景，其实是一个停车场的入口，这个入口是单向的，所以有一边没有车，环境有点黑，我们先把补光灯打开。你洗过头了吗？今天昨天洗了。哦，我戴帽子吗？对呀，对，随便弄一下吧，稍微弄蓬松一点就好。可以可以。对，刚才看我那个，看我那个，哇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好，对，你可以做个动作之后，然后就可以定久一点，我可以多拍几个角度。嗯，好看。我拍个大景啊，拍全身。好哇，哎，刚才要低一点，就刚才攻下来一点。好，拆。嗯，好看，好看，哇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就这个，别动，别动啊！哎，我得换一下角度，我正面太正了，正面拍了好多张，换点旁边。哇，好看。就望过来，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可能是出汗，可能是那个发型太严重出汗。嗯。哦，这车的声音好大声啊！哦，好看好看，绝了。好，等一下。来个摸鞋子的。哦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。站了吧，站了。啊，对对。好拍吗？你稍微往我这边转一点，稍微侧一点，我在这个角度。等一下，好，那你休息一下，对，那换一个红色的，红色的，换一个颜色。啊，我觉得可以啊。隧道好看，不好看吗？这比较辣一点。嗯。哪里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看不到。看不到，看不到，除非你放很大才行。你不放大的话，看不到了。这边吧，因为它这个消防栓不好看。消防栓这？没有，我说消防栓不好看，在这边。好看，好看，好。啊，对对。人再出去一点，这样子。啊，然后你这个往这边贴一点啊。这个腰这样。哦，你想腰线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个。嗯，好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停。走到那边的话会有点黑，光打不到。我感觉就头发有点出汗，前面。对，有一点。镜子。
你可以听吗？你喂，我不知道，我这个好像不太会皮。哎，侧一点。哎，刚才你看这个，还有个这边腿的那个，侧过来一点，往我这边一点，对对对。哇，这个可以。啊，我来全身好。准备，刚好有背景有灯，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现在我尝试用补光灯给模特的背后打轮廓，然后再用手电筒给他的正面补光。视野吗？啊，那你别不看我，再拍点侧脸。好。哇，好看，哇，绝了。保持这样，啊，这边一点点，我上脚架拍进去了。啊，对对，好。对，刚才那个扭胯再来一下啊！三二一，开始！哇，这个好辣，这个好辣！